啊，这个很好。嗯，对，带一个这个小壶嘴。你平常早上起来先吃早饭，还是先喝咖啡，还是什么？先喝咖啡。我一般不怎么吃早饭。哦，你给我来一点尝尝。冲酸了。OK， 够了，谢谢。啊，哇，活过来了，幸福的时刻，对。就是在大自然里，户外的一个环境里，然后去享受做咖啡的过程，冲的时候咖啡的味道慢慢飘起来，跟大自然的空气的一种混合，然后喝进去就很舒服。我觉得大自然对我来说都是会让我心旷神怡的，看起来比高楼大厦更舒服吧，可能。嗯，它是自然的环境，是有生命力的环境。